中华职棒831洋将大限将至，在现今打高投低的情况下，义大团队防御率维持在 5.38， 表现不俗。包括阵中王牌投手罗莉，不仅防御率 4.67， 高居联盟之冠，每局被上垒率 1.46， 为联盟少数拿下十胜的投手之一。而目前累积八胜的利猛，自责失分率 4.75， 同样为球队带来不小贡献。据回国中职的蓝思佛，不只能担任先发，八月转任牛棚，四场比赛投六局仅11分，成为义大投手群安定的力量，也让教练团有更多的运用空间。有稳定之外，其实大家更熟悉，但是后面的思考的点，他的一个续航力够不够到后面，续航力能不能到后面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因观察的一个重点。这三位的执教的话，其实蓝思佛的一个定位最近才拉到后援中继的话，其实这样的话就是考验了他的本土的先发。和义大犀牛拥有共同目标，力求下半季冠军的统一 7-11 师。纵观阵中三位外援，目前10胜6败的布鲁斯，夺三阵数129次，为联盟第一，会被撤换的几率微乎其微。而第二号羊头达斯丁，防御率5.48，近三场先发都投满5局，且拿下胜投。从不错的近况来看，仍在保险名单之内。反观八月初才报道的戴伦，三场比赛狂丢16分，自责失分率高达10.54，是去是留，成为狮队球团迫在眉睫的问题。他有一个优势，就是他是一位左投，他当然面对将来其他的球队在这个方面，是不是说在教练团这里对他有所期待？因为短短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场次样本数不多，但是整个投球的状况内容可能就有掌握，这是一点。那么第二点，当然就是这是两难的问题啊，你必须很短暂的一个时间，你要做一个找新的洋将，但是这个赌注是不是赌对？当然，这个就是不得而知了。距离831洋将大限只剩下一个礼拜，对各家球团而言，换与不换之间都是赌注，也牵连着球队接下来的战绩走向。外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